有点难念，大家不知道。我们今天要来拍悠悠悠的 MV， 这首我已经听到非常的烦了。悠悠悠悠悠，你看，经常通的。我们可以去找体验吗？你觉得体验会生气？他不会理我。他很气。我那个拍出来不好看。我也不开心。等一下。我以为你会很冷静呢。很冷静啊。来，小心哦，哈。我不要。丢给他，他要看到。我不要，我不敢的。不是我这样的。我以为你会很冷静呢。他跑了，他回家了，他不拍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吓他？我都没有。他啦。我以为是这样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没办法，世界上我最怕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我妈，第二个是鬼，第三个是虫。因为晨晨临时约了这个团，然后又刚好遇到国三生会考，对，所以彩彩跟海他们是认真准备考试，就没有参加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新朋友，新朋友就是刘真，所以你的名字就只有两个字啊。哦，好特别啊、哦！他很紧张。好，今天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了，加油加油！对啊。对，现在变。哦，等下今天。现在变辣妹。本来就我是忙内赖，他有赖一个，就是两个。两个都忙内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你今天是忙内了。第二讲。终于你会说话了，迟到，我很抱歉。迟到十分钟。你会说话。哎，老师。我来到熟悉的儿童游乐园，摩天轮。你会怕虫啊？很可怕。可能小时候这样子啊，那个蟑螂在门上，他就直接徒手抓。啊，爸爸，你看，那就在爆汁。我先捏，捏爆。对，然后捏爆直接爆汁哦。刚刚谁拿那个东西？今天虽然没什么太阳，但是也是蛮热的。我点了一些饮料，先买了。老师刚刚排舞排了一下，现在终于开始跳了。大太阳也出来了。我买给你喝的。这里哪里有的？人家送来的、哦。对啊。我小时候。我买给你喝，没你要一次喝五杯啊，五杯没有喝完你。到了啦你。五杯没喝完要付钱哦。我买喝的，你们可以先喝一下。对，好，你来了。他怎么样？拍的时候起来了吧？今天没拿。拍的时候起来。你没拿。对。好。是飞机啊？这样拍是因为背光吗？背光。背光关系吗？有一点。要买证件包，对面就有了。看谁会游泳啊？谁会游泳？就游过去了，很快。对不起。有好手变漂亮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老师说这一首《Magnetic》因为太多人知道，太红了，所以刚刚又雕了一下，大概又雕了半小时吧，才开始拍。然后现在太阳有点头顶光，所以还蛮热的，拍起来可能会辛苦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少女们加油！
苦啦。好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对对。旭没来。我只有跳前半段有力了，有跳后有力。没有，上次加马跳了。力比较差。几次啊？上次加马应该至少跳20次。超过吧。加马。那时候比加马还要累。是吗？那时候不是都上半身的。因为加马只是这里哦，加马嘛。然后这手是这样。全身的，它是这样子，屁股还要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套是粉红色的 ，OK， 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大家的服装。首先我的，可是我这个要把它绑起来了。我们介绍老师好了，他们还要把，我今天想把它带回家。他现在太可爱了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马尔济斯。是啊是啊，你们家的吗？那个，我们不是博美。他们这种好适合这首歌哦。现在老师这个头发很好看哦。没有，我头发已经退了，我的粉红色是退掉了。万年同款。老师的服装。万年同款。服装。万年同款教师服。Missing。非常好 ，OK。顶多都支持。我是，对啊，谢谢。万年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像，你知道吗？眼裂一样大。啊。还留这一条，以后再把它改成开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套其实蛮 sexy 的，因为他穿了一个。非常 sexy 的话 ，OK。我们又以今天又要去参加钢琴比赛。你是美劳？没有钢琴比赛是七月。他不钢琴比赛，我今天去拉大提琴。你是名媛吗？帮我拆掉。太华丽。这套真的很好看，你这套也很好看，你腿很细，超可爱。对啊，为什么你那么烦啊？你腿也很细。因为我每天要穿长袖短裤。我每天上学都没有穿短裤，我只有我一年只会穿两次短裤。我已经毕业了，我穿全职收拾我什么钱？对啊，我觉得那根本是全新的。我一年应该只会穿两次。然后爸爸就说：“你穿这样不会热吗？你去夏天还穿长袖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没关系啦，我要防晒。”他应该叫 Ellie， 对吗？我们家都用这个。对啊，我已经用了3年了。他手上要我打广告。拍花絮，拍 MV， 这个业配很适合。对啊，可以给我夜配吗？先打马赛克啊，先打马赛克。我说庭院今天非常的漂亮，很像名媛啊。然后你不觉得他很像什么偶像学员？那个闪耀吧星梦频道。对，闪耀吧星梦频道。星梦频道里面的。我看星梦频道，我看他的动画。我们昨天在毕业典礼的时候，然后就要放音乐，然后我们就在下面的。但我完全不会乐器，我完全没有乐器天赋，我连直笛都吹不好。我没有乐器天赋。然后台下在放音乐，我们在下面唱歌。而且我现在也不要考直笛，我还没练。我本来有第10组，应该不会。我考直笛的时候都跟，就是跟着旁边的直笛全部开天窗。你家会有都不想跟我同意？不是，你要吹第一个音跟最后一个音，真的，你真的这样就会过了吗？就是你旁边，我旁边都很厉害，那他吹第一个音，好烂，我有这样子，然后被老师抓到，他说你可以自己再吹一次啊。老师，你记得先不要。哎，我觉得我装得很好。它这个颜色跟它的同版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们破白后是黄的。我发现我们成果可以植入很多东西。第一个就是防晒，第二个就是行动电源，然后第三个星梦频道。我特别想要技能炸。我要丢那个，都三分球了，残的壳。不要。谢谢，辛苦了。我本来以为这样。有，今天很棒，时间还可以。你怎么没有回去看一下说，你是把它作为，我才会跟他一样。答应我吗？你回去要帮我订这个，谢谢老师。非常的可爱，谢谢我整个融化。老师今天还可以吗？今天很棒，他们后面就 OK 了。他们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这首歌的掌握度没那么高，然后后面就。但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希望大家看得赏心悦目，我觉得很漂亮。谢谢。我已经被精神轰炸好几个月了。就一直从一出来就一直悠。然后悠悠完要续。老师，我问你好有梗，你现在知道韩国操作怎么？韩国操作方式了。韩国操作是一直洗脑，一直洗。OK， 真的。怎么样？还没有欣赏够我的美。怎么样？
今天跳的还可以吗？自己觉得？不是很好，我觉得刚好及格了。刚好及格。有及格了。前面是有点乱，可是老师。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有点没力气，我今天就是跳到这个第一段的这个 YouTube， 我就没力气，我很累，我不会走。哦，对，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？我是9点吃饭的，但是我最近因为生病的关系，然后我就减肥。所以应该瘦了一点。有看过国中生还在长病毒吗？就是这位。开始狂笑哎、欸，开始疯狂笑。那个医生一直说，国中生还长病毒。你知道你得什么吗？你知道你得什么？然后一直在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片段，然后就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拜拜。拜拜。